行吗？可以，啊，可以，来吧，再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啊，点球，点球，点球，小立功了，小立功了，不要给他们任何的机会，伟大的时候，他继承了球队的光荣传统，他再建一颗灵魂附体，再建一颗，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不是一个人，成年了，比赛结束了，球队获得了胜利，他们并再一次倒在强大的对手面前，伟大的时候，球队获得了冠军，球迷万岁。我觉得他特别像汪峰，你知道吗？来，然后那个嗓音也像。来，我现在上身了。真的，我现在缺氧。缺氧。真的缺氧了，我有点麻。哎，但他其实还挺有那个的，我觉得那个范儿的。挺出点力量的。对。就稍微再收一点。其实这样的电视都是这个中年的一个朋友，如果你这个状态买东西的话，会把我们的妈妈上。但是真的，他真是想妈妈们可能会因为心疼啊，哎呦这孩子太不容易了，多买点吧，我买两组，所以他应该代言，他应该做那个回扛，对，对，嗓子容易，会卖的特别好，行，对，你好，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，没有，我觉得他们演完之后，给你个赞，给你个赞，好，热火力，哎，两个赞都要说吗？都要说。不要把谁撒娇可烦死了。来吧。谁撞？哎，好。来，蓝教练。好。哈哈哈哈哈！镜头对我就不让你念。同行是冤家。对对。感谢大家，在我念完之前不要鼓掌。蓝教练是女教练，女教练是男教练，蓝教练不是男教练，女教练不是女教练。男男是男，好，好，好，点赞。女篮是女篮主力，女教练在男篮训练，男篮篮男男教练在女篮训练，女篮。谢谢。赞赞，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嘛，又男又女又教练。好，就来，对，来 freestyle 就 rap， 我换一个，换一个。老龙恼怒闹老龙，老龙恼怒闹老龙，龙怒龙恼龙更怒，龙恼龙怒龙龙怒龙恼。怎么样？给点节奏特别好，但是这个超难的。我不知道王永念的对不对，我问的结果有错。是的。哎，谁是评委？谁说对不对无所谓。教练不是，男教练，我是女教练，男教练，太难了，好，太难了，单身，我的。